师姐，还是我输了。你怎么老叫我师姐师姐的？我们都快要成亲了，你还改不了这个口。山妹，爱妻。 我想，我们暂时还是不要成亲了吧。啊！你说什么？你知不知道，整个华山都贴满了喜字？你说这种话是什么意思吗？你担心什么？我爹娘已经把一切都准备好了。我知道，我只是在想。 我们林家的大仇未报，成亲之事还是往后挪挪吧。我还以为你不要我了呢，原来是为了这回事儿啊！古人说得好，成家立业。哎，小林子，我们先成了亲，然后我跟你一起找余沧海报仇，好不好？
我们的剑法你自是瞧不入眼，还请掌门师兄多多指教。你怎么知道？掌门师兄的剑法精妙绝伦，我们师姐妹都是见过的。是啊，掌门教教我们吧，教我们吧。这衡山剑法，这衡山剑法，哎，有一套衡山剑法，不知道定宇师太是否曾经传授给你们？拿剑来，看好了。阿弥陀佛，掌门师兄，这明明是衡山派的剑法，可我们却从来没有见过，不知掌门师兄是从何处学来的？这我是在一个山洞中的石壁上学来的，你们要是想学的话，我既是衡山掌门，当然可以传授给你们大家了。好，拿酒来，先让我喝个痛快。阿弥陀佛，掌门师兄，衡山派自从皈依佛门以后，就从没备过酒。那好，哎，有水也可。你们出家人不喝酒，自然是不知道了。其实这水酒，水酒就是你们这山中清泉呢。好水酒，令狐掌门。哎，令狐掌门，令狐掌门，酒来了啊！哎呀，哎，福晋大师，好好，哎，酒在这儿，来来来，多谢大师。哎，你尝尝啊！哇，好酒啊！不过口鼻相通，这闻过了嘛，就算喝过了。这怎么行啊？这佛门戒律不可破呀。哎，怕什么嘛？刚才来的路上，我听到有人在笑话你，说一个大男人竟然给小尼姑和一帮老娘们当掌门。我上去就给他一拳，把那小子打得满地找牙。我说，我就是衡山派的，老子也剃了光头。你看我像尼姑吗？阿弥陀佛，不戒大师虽然不是尼姑，倒是有一个尼姑的女儿啊。嘿，我就是尼姑的爹嘛。清楚呢，我去问问他是不是真当了衡山派掌门。哎，令狐兄弟啊，你是真的要当衡山派掌门吗？是啊。哎，好好，哎，兄弟们是真的。是啊。哎，那你来当爹了吗？哎，这六位陶兄可真有趣的很呐。这六个宝贝，恭喜令狐公子，令狐掌门，老头子给你道喜来了。令狐掌门，我带着弟兄们给你道喜来了。啊，黄河老祖二位先生，在下受定义师太一命，不得不前来衡山执掌衡山派的门户。本来没敢惊动众位朋友，怎么你们大伙都来了啊？恭喜你啊，令狐公子。多谢多谢。哎，令狐公子，你出任衡山掌门也不告诉我老头子一声，你可真不够意思啊。大哥哥，你守着这一群如花似玉的小师傅，是不是把我这个大妹子给忘了？要不圣姑怎么让我们到衡山来一起参加衡山派呢？圣姑是让我们大家一起替他看着令狐公子啊，是不是啊？哎，什么？是莹莹让你们来的？嘿，当然圣姑要我们来的。要不是圣姑要我们来，
我们怎么知道令狐公子已经在衡山飘飘欲仙了呢？咱们先别说这些，我们都是不速之客，这衡山派未必备有我们的食粮，于是我们就把酒食饭菜通通挑到山上来了。哎，今天晚上我们痛饮一杯，庆祝令狐公子大喜的日子啊！神教东方教主委派甲部上官云前来祝贺令狐大侠荣任衡山派掌门，恭祝衡山派发扬光大，令狐掌门威震武林。长流的水必是有源，繁茂的树必是有根，在下与东方教主素不相识，怎么能承受得起如此厚爱呢？一些薄礼是东方教主的小小心意，请令狐掌门笑纳。令狐掌门也是武林中的豪杰，既是豪杰之士，理当有涵养明事理，又懂得人情世故，想必不会让我们为难吧。令狐掌门，其实这四十口箱子里有一半的东西都是任大小姐留在黑木崖的衣衫首饰和日常用品，另外一些是教主送给令狐大侠和任大小姐的新婚之喜的贺礼。东方教主说了，今天就趁令狐大侠接任衡山掌门之喜，将这份贺礼也一起都送来。令狐掌门就不要客气了啊！哈哈哈哈哈哈！如此说来，东方教主也挺懂得人情世故。好，这些礼物令狐冲都收下了。喜时已到，掌门女儿啊，岳掌门说他有事脱不开身，华山派就不来参加了。不来参加也罢，却连贺礼也不送。嵩山派、泰山派都没有派人来，衡山派的莫大掌门送来书信一封。何处青山不到场，何须策杖理清凉。
要得滔天并盖地，胸襟流出有何难？衡山莫大，这禅语怎么解释啊？莫大掌门是让掌门师兄不随物流转，做到心境和外界合而为一，才能真正的自在无碍。天地一片朗绿，行得大道，明得正理。难得莫大掌门一片苦心呐。禀掌门师兄，少林派方正方丈和武当派冲虚道长已到。好，快请。是。请。道长请。阿弥陀佛，有劳方丈和道长大驾，令狐冲感激不尽。老弟荣任衡山掌门，贫道得知，真是不胜之喜呀！多谢道长。师兄，时辰已到，开始吧。啊，二位大师，有请。四大法器是衡山派创派之祖小峰师太所传的，一直由本派掌门人接管，新任掌门人令狐师兄请收领。衡山派五大戒律：一戒犯煞忤逆，二戒同门相残，三戒滥杀无辜，四戒持慎不正，五戒结交奸邪。衡山派前任掌门定义师太不幸遭人暗算，令狐冲承定义师太之一命，接掌衡山一派的门户。众位前辈、众位朋友不弃，前来衡山道贺，衡山派感激不尽。嘿，这令狐兄还真有点掌门的气派。五岳令旗到。五岳剑派左盟主有令，令狐冲不得擅夺衡山派掌门之位。衡山一派是五岳剑派之一，须遵左盟主的号令。令狐冲接任衡山门户之后，要不要加盟五岳剑派？我看这事儿还得跟大伙儿商量商量吧。衡山一派一直有出家的女尼执掌门户，令狐冲身为男子，岂能坏了衡山派数百年的规矩？规矩是由人来定的，也可由人来改。再说我衡山派的事，也用不着旁人来管。诸位，你的伴儿来，用不着你的管。这些口出污言秽语之人在这里干什么？这些都是在下的朋友，上剑信封来观礼。令狐冲，衡山派五大戒律第五条是什么？衡山派五大戒律第五条，不得结交奸邪。所以像陆百兄这样的人，我们衡山派是万万不可结交的啊。两位掌门是武林中的泰山北斗，人所供养。今天请你们二位说句公道话，令狐冲招揽这么多妖魔鬼怪来到衡山，是不是坏了衡山派不得结交奸邪的这一门规？衡山派这么一个历史已久、享誉武林的名门正派，被令狐冲转眼间就闹得乌七八糟的。日月神将任大小姐到。
莹莹，你也来了。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我怎么能不来呢？哎呀，好好好，方丈大师，冲虚道长，小女子有礼了。令狐冲，这个女人是魔教中的要紧人物，你说是不是？你敢说圣宗是魔教的？是又怎样？衡山派五大戒律规定不得结交奸邪，你若不与这些奸邪人物一刀两断，便做不得这衡山派掌门。做不得便做不得了，那又怎样？请问令狐掌门，这位朋友是什么来头？凭什么来管衡山派之事？他自称是嵩山派左掌门派来的，手中这面令旗便是左掌门的令旗。别说这一面小小的令旗，就是左掌门亲自来了，他又怎能管得了我衡山派的事？谁说他拿的是五岳剑派的令旗？他是来骗人的。是五岳剑派的令旗，这是五仙教的五毒旗。无耻的妖女，敢在老子面前使这障眼法，快将令旗还来。你要五毒旗，不会向蓝教主去讨吗？方丈大师，冲虚道长，请二位大师做主。好，就请二位德高望重的前辈主持公道。好，令狐少侠出任衡山掌门，能领悟佛门的禅意，与蒲中一起倡导人间清平，这是大德大道的心怀呀。左掌门既然为五岳盟主，更应体悟此人生之道，为何对令狐少侠苦苦相逼？这等旁门左道的要挟也混上衡山来，可见衡山已经成了什么了。常言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一个人只要能够改过迁善，佛门广大，就应给他一条自新之路，你们说是不是啊？哎，大家都听到了啊，大家有心改过自新，只要令狐掌门肯收留大家，以后大家就是衡山弟子了。既然是衡山的弟子，那就不算什么要挟了，是不是啊？银河师姐，衡山派有没有不收男弟子的这条门规啊？这条门规倒是没有。那好，既然大伙儿愿意入衡山派，那是再好不过了。我看呢，也不用拜师了，那边有一个通元谷，我们就在那儿盖一个衡山别院安置大伙儿，好不好？这些朋友们归入了衡山派，受衡山派的约束，这真是武林中的一件大喜事啊！啊！怎么，陆柏，你不走也想入衡山派吗？走吧，滚！五岳剑派左盟主有令，三月十五清晨，五岳剑派各派师长弟子相聚嵩山，推举五岳派掌门人。届时一定参加，不得有误。哼，什么时候五岳剑派已经变成一派了？我衡山派怎么不知道啊？嵩山、华山、泰山、南岳衡山，四派都已经同意，你衡山派有异议，那就是和其他四派过不去，只有自讨苦吃罢了。姓陆的，你丢了旗子，回去怎么向左冷禅交代啊？不如我还给你吧。
哎，冒烟了！冒烟，师傅，冒烟！啊！妖女！你叫一声令狐掌门，我就把解药给你，否则，你这只手掌要全部烂掉。令狐掌门，求你，请赐解药。蓝姑娘，陆百兄也不过奉了左掌门之命而已，我看就把解药给他吧。好吧。滚吧！各位朋友，大伙既然愿意在衡山别院居住，那就算是衡山派的人了。希望大家能够恪守门规，不要再与邪魔歪道之人交往。好，好，好！太好了，太好了！这就是悬空寺了。哦，这悬空寺的确是鬼斧神工啊。不过，相对于这500里的山道，悬空寺又微不足道了。史书上说，当年魏武帝天兴元年攻打燕国，用了数万名士兵开凿横岭，通直道500余里。此窑口就是这直道的北端呢。哦，大师真是学识渊博，令狐冲自愧不如啊。怪不得天下有这么多人想当皇帝，只要他金口一开，数万名士兵就为他开山筑路，实在是不易呀。自古多少英雄豪杰都难过权势这一关呢，别说做皇帝了，今天武林中血雨腥风，还不都是因为权势这两个字吗？令狐掌门，嵩山派掌门左冷禅为什么要阻止你做衡山派掌门呢？晚辈不明，还请二位大师指点。你认为五岳剑派合而为一，有什么不妥吗？这个晚辈倒没有仔细想过。不过晚辈知道，嵩山派为了威逼衡山派同意五岳并派，杀害了定义师太，还有几十名衡山派弟子。左冷禅，要做五岳剑派的掌门，这恐怕只是他的第一步。要真是五派归一，就会和少林、武当形成三足鼎立之势。那时候，左冷禅就会进一步吞食昆仑、峨眉、崆峒、青城各派。那么他的第三步呢，就是要吞食日月神教，而后就是少林、武当了。可左冷禅的武功未必就是当世无双，他又何必花费这么大的力气？人心难测，世上的事情不管有多难，总是要有人去试上一试的。你看这500里山道，不是也有人凿开了吗？他左冷禅的野心恐怕也不仅仅在武林之中啊。他或许还有心指挥几万兵士开凿山道呢。人生数十年，为何一定要这么苦费心机呢？我们俩这次上衡山，一是来给你庆贺，二来就是和你商量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五岳各派将上嵩山，就是为了推举五岳派的掌门人。这是方正大师早就预料到的，可是谁能想到左冷禅比我们性子急多了。事情并不像左冷禅想的那么简单。定义师太圆寂前，
能打破成规，把掌门人交在老弟你的手里。师太的胸襟远见，真是让人钦佩呀！有了令狐掌门的参与，左冷禅的这次并派大会，恐怕就不会那么顺利了。两位前辈，请看，杀害定义师太的凶器，就是这两枚针。哦，令狐掌门，你可曾听说过《葵花宝典》这个名字？晚辈曾经听任教主谈起过。啊，请。这部《葵花宝典》是前朝皇宫中一位太监所藏，据说这部宝典所记的武功精深之极呀，300年来从来没有一个人能把这里面的功夫练全。华山派有两位师兄弟，竟然看到了这部《葵花宝典》。难道华山派当中也有人曾经练过这《葵花宝典》？这两位师兄弟就是岳素和蔡子峰两位华山派前辈。不过这两位前辈都没有修炼过《葵花宝典》，这又是为何？华山弟子偷看《葵花宝典》之事流传江湖之后，魔教石长老就攻打了华山。这一仗打了3天3夜，岳素和蔡子峰都在这一仗中毙命，他们各自录下的《葵花宝典》的残本也被魔教石长老夺去。5年之后，那魔教石长老再次来攻打华山，却没有想到被五岳剑派设下的圈套困死在死果崖。过后不久，华山派内部气宗和剑宗却发生了火并，剑宗的人基本上都被气宗的消灭了，那是一场兄弟之间的血战啊。那杜元禅师后来引入江湖，娶妻生子，他就是林振南的父亲，改名林远图。啊，那个林远图带入江湖的那部分《葵花宝典》就成了辟邪剑谱。这辟邪剑谱和《葵花宝典》两者出于同宗，但都只得到了原来《葵花宝典》的一小部分。晚辈曾经见过林振南的武功，与这辟邪剑法的功夫，两者相差得太远，这又是何道理啊？当年因为林远图的威名，江湖各派不敢对林家下手。林远图死后，林振南的武功低微，这就好像一个3岁的娃娃手抱黄金在闹市上行走，谁都会起心抢夺。恐怕就连华山派的掌门岳不群也是想把他收入自己的囊中啊。下月15，左冷禅要召集五岳剑派推举五岳派掌门，令狐掌门有何高见？好，既然嵩山、泰山、华山还有南岳衡山4派都同意并派，我想恐怕我衡山派孤掌难鸣啊。依老衲之见，你上嵩山要力争反对并派，要是实在阻拦不成，以你的剑术可以胜过左冷禅，不如索性把五岳派掌门掌握在自己手里。什么？我？这怎么成啊？啊，这是我和方正大师的愿望。嗯，对。要是左冷禅当上了五岳派掌门，到时候江湖上生灵涂炭，想必也是令狐掌门不忍看到的。左冷禅要是掌握了生杀大权，恐怕他第一个要对付的就是你和衡山派。定义师太交给你的这些衡山派弟子，你就任凭左冷禅宰割吗？3月15，老衲和冲虚道长一定带领本门弟子上嵩山，为令狐掌门助威。这一次
我们一定要粉碎左冷禅的阴谋。什么人？东方教主真是送了好礼啊。东方教主向来尊敬武林前辈，更看重武林中后起的少年英侠。今天只要令狐公子跟着我们上一趟黑木崖，我们一定不会对方正大师和冲虚道长下手的。既然东方教主如此看得起我这个无名小辈，那就请放了冲虚道长跟方正大师，我这就跟你们上黑木崖去。哼，你们三位武功高强，令狐公子要是突然改变了主意，我们可无法回去交差，吃罪不起。这样吧，我斗胆向你们三位借三只右手，只要你们三位砍下右手，那我们也就放心了。哎呀呀呀，这号称武功天下第一的东方不败，未免也有点太心虚了吧？他真以为砍下我们的三只右手，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吗？高枕无忧倒是不见得，不过起码任我行要少掉了令狐公子的右臂，方正大师、冲虚道长，你们是要舍去一只手臂呢，还是要把性命拼在这里？不过我们两个可都没有带兵器啊。好，既然答应了，那就快下手。我喊一二三，你们要是再不断臂，那我可就对不住你们了。那好，那好。一会儿我向前冲，你们就跟在我的后面。一、二，哎，慢。冲虚道长跟方正大师，那是我衡山的客人。如果你们将他们二人安然放下山的话，我令狐冲就是自断双臂，那也未尝不可呀。只是这兵器有点不大合手，能不能换个长点的？少啰嗦，大家准备，我要喊三了。你喊呢？且慢。嘿，小心。贾叔叔，您在江湖上也是响当当的英雄，怎么竟干起这等勾当？圣姑，你快离开，别趟这道浑水。东方叔叔叫你和上官叔叔送礼给我，你怎么受了左冷禅的贿赂，竟然对衡山派掌门无礼？谁说我受了左冷禅的贿赂？我是奉东方教主的密令，捉拿令狐冲，送交总坛。胡说八道！教主的黑幕令在此，教主有令，假不图谋不轨，神教教众见之擒拿格杀，重重有赏。放箭！谁敢？哎，别！上官叔叔，你将叛徒假不拿下，便升你做青龙堂长老。这高火了，高火了！哎，这快啊，着火了！着火了！着火了！贾布，你好狠心！这儿只有一条路，你连你的手下都不放过吗？你胡说八道！我胡说八道，还不赶快救火？是啊，大伙儿快逃命吧！快去救火！快救火呀！快救火！快！快去救火！
多亏你来相救，总算及时赶到。灭火！是。原来这火是你放的，你怎么知道贾布会来偷袭？东方不败怎么有这等好心，会诚心来给你送礼？令狐冲真是糊涂啊！明知东方不败来此绝无善意，却未加防范。我令狐冲死了，那也是活该。万一冲虚道长、方正大师遭了不测，那可真是……阿弥陀佛！令狐掌门既已脱险，何须再自责？上官叔叔，神教十大长老中已经有六位吃了我爹的三尸脑神丹，你要不要吃一粒？你若弃暗投明，我爹定会另眼相看的。上官云从此愿听圣姑差遣，万死不辞。云娜小姐，感谢你的救命之恩。令狐掌门，老衲和冲虚道长还有琐事，我们就不打扰了，下山去了。令狐掌门，三月十五嵩山再会。好，那咱们后会有期。请。好，叔伯远送了。冲哥，令狐冲！哎，火是我点的，草是我添的，风是我扇的，喊是我喊的，火是我灭的。那我干什么了？圣姑，戏已经演完了，您还有什么吩咐啊？你们现在已经是衡山派门下，干嘛还对我行如此大礼？以后就跟着令狐掌门享福吧。享令狐掌门的福，就是享圣姑的福，这有什么区别啊？我看你是老糊涂了。令狐冲乃堂堂衡山派掌门，我却是一个被万人恨的女魔头。莹莹，怎么能没区别呢？这话怎么说的？这是说圣姑怎么了？嗯，圣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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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啊？圣姑，莹莹。呀！有招。
郎。